Hello， 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准备要从香港机场出去，第一站先到福州，福州完后还会到长沙。那今天晚上会住在福州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往我要搭机的地方前进。好的，过了海关的边检之后，走出来熟悉的位置，24号登机门在右手边，非常的熟悉。就往这个方向走，走去24号的方向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6点多，6点17分。基本上呢，看起来来搭飞机的人比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的多。熟悉的地方，2个月前来了一趟高雄，现在又来在高雄。好复古的东西哦，以前的帆船，以前的杂货店，干妈店出现在这里，打香肠，很多陪伴5、6年级生小时候的打弹珠啊，怕以前都是靠这个，哇，真的是干妈店，早期的黑松汽水的箱子都还有。走了，好的，走到这边就进到机场最喜欢去的地方，本厕厕所，这部拍给各位看。上完厕所之后，继续往前前进了。熟悉的身材，这次不买酒，不买化妆品，因为都没有了。这次来比上次看到的人多了一些，先前来的时候，现在荧幕中这些店家那时候都在休息开店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6点24分，开了。
动贩卖机卖的东西跟外面价格没有什么差异，这是在台湾比较特别的。Beep， 我喜欢安可乐机。熟悉的位置，没电的话，熟悉就是来这边充。美好旅程从此刻开始，剩很长。两三小时之后就会过去福州了，福州等我。